好，nice。哇，据说现在乌克兰扎波罗热的核电站，乌烧克起来兰了。和，对，据说两边在打架，我操，有点牛逼。哎，就打吧。那我打中路了。OK。好，我在上路。哎，那三个胜利点，咱们着重攻上路还是哪路？上还是面那都个，尽量。上面那个，上面那个，上面和中间，着重上面中间。下面我尝试的顶住。Hello，Hello，为什么我看有一个人被 AI 替代了？是什么意思？讲了板要断电了，讲断了板电那个，了？对，讲了板那个 circuit break 有问题，啊？他就是新房子是吗？对，那怎么办呀？等他重新进来，等不等哎，等朋友们，我好像又断电了。等会重开吧，等蒋老板过来重开。啊，好，好，好，我们可以先随便打一下，好，好，好，可以，可以。反正蒋老板断电了，略微尴尬。今天蒋老板，你看一下，你真的要看一下你那个是不是有电源？妈的，没接好，我操！不应该啊！我电脑这边的电源，我之前用起来就是这样用的，就从来都没变过这边。你看看是不是别的东西啊？比如说什么？对，我刚才我不是说就有几个充电的东西，我刚刚把那几个充电的东西都拔掉了。你先拔了试试看。对对对，你拔了估计试试再看。接上的话，几分钟，如果还有问题，几分钟马上会断的，所以不用太急。不好意思啊，各位。没事没事，反正我们这边再随便打一下。可以，我觉得刚刚那个图还行。好了，兄弟们，我进来了。啊，这还能重新连进来？不是，他是进游戏。对对对。啊，那咱俩现在退吗？还是？我们可以退了。啊，好的。啊，你家店这么快就恢复了？他只要把那个开对，关我那是跳拔闸。下来就行。对，我那跳闸。哦，这样他不是没啊。电，他是跳闸。我之前住那个老房子也跳闸，就是我只要那个微波炉、电饭锅，是，然后电热水壶这三样中的任意两样一起用，就完蛋。是你那个功率大了就会跳闸。对对对，我进来了，进来了。我退一下游戏了，那我就刚刚嗯嗯，才。好。蒋老板，你可以再等一两分钟看看，
然后你不会断的话，应该都没屌事。你要不我这把一，你另外你两个电脑应该也没事儿。我是一进游戏就会断。你进游戏，你那个电脑功率大了吧？你有那个对。GPU 起来了。你是断是整个客厅断对吧？那你把客厅拔掉一对，两个应该就好了。对对对，我把客厅现在就剩电脑了。我觉得你可能是你的充电器有一个有问题。嗯，对，我现在把充电的都拔掉了。你看有些充电器做的不好，它可能内部短路了。一看讲了反被 AI 替代了，我知道发生了什哎。么事情。哎 有点惨。但是我这个地方我没事儿，我也，哦，我一台笔记本，不是两个电脑。哎，电脑功率800瓦，显示器一个50瓦不到，它应该没有800瓦吧？这最多800瓦吧？你一个电源对对对，峰值是800瓦。峰值800瓦吧，一般就400-500就差不多了，嗯嗯嗯，对。没不至于那样。他可能是蒋老板有一个充电器对吧？得坏掉了，我操，里面短路。也有可能就是他那个插座那个 outlet，它本身自己就坏掉了，那就要换。这样的话，是不是还要再找电工之类的修啊？他住 apartment 的话，有那个也有人帮他修的。啊，那很好，那很好。如果自己住 house 的话，其实换那个插座也挺简单的。嗯，哎，你好像还没进吧？我没进，没拉我，拉我一下。啊，他没拉你。你啊，来来来来来。蒋老板还在观测他的那个电源呢。我紧张了一逼，我。哎，没事，这很正常。像我们自己住的话，我如果要换去 Home Depot 买个插座，妈的，把电源一拔，把这插直接换起来，超很简单的，超简单，很简单的。我准备把我家那旧插座全部换了，换成有那个 USB 插口的插座。老板，我正好想问你，就是你会，就是那个。就我现在房顶上，它已经有一个现成的灯座了。然后我在灯座上面想装个吊灯，这个难不难？不难，有现成的灯座，你那个灯座它是有标准的，就是就那么宽那么大，那个直径就那么大，你就就装我个直吊接，灯，你直接去那妈的去 Home Depot 从别的地方买个吊灯，直接回来装就好了，简单的一笔。就直接往上一接就行了，是你为了保险起见，你可以先量一下你个灯座的那个尺寸，就是直径是多大。吧？OK。其实很简单，超简单这个东西，你只 OK。唯一就是需要花时。妈的，需要花时间去搞。行。嗯，我还是得上路。对，我还在下路。我之前就想，我本想换吊灯，但是我觉得太麻烦了，一个人换，那房子有点高，换不来。Daniel 上路你手下那个油料点就行。我守进攻点嘛，我守这一大片我都可以守。行，好的。嗯。
position. Point out. Forward march. Bargain for time. Give, give. Follow me. Go, get out of here. Run, get moving. Go ahead, displace.有狙击手，对方开始骚操作，我操你妈的狙击手，全是骚操作。妈的，打掉一个阴茎迫击炮阵地，他亏大了，我操。Ready to execute.
Daniel， 你可以把你这边的兵撤一撤，这边我来守就好。行，我这也没什么 ，OK。支援一下上面，上面有对兵在那的，不能忍的。没事没事。那你追他，我去下面打。我操，这怎么还有坦克？这个中路是不是不太……哎，我中路稍微有点不太撑得住。嗯，我把粉坦克炮架过去。哎，不用了，他都过来了。这里建东西，我操！这二五仔，在我脸上就伯父操阵地的，妈的，这是叫这是。
Position set. All units confirmed. Haftrak has arrived on the battlefield. Red, hold on. The mobile command has been set. The static post is now in operation. Prepare to move. Receiving effective fire! We need to move. Onwards, let's move. Break it down. We are displacing. Advance to that position. This is not veteran. Continue the push. They are now at 100 points. 没事，我们领先，不慌。 我靠，这么多东西啊！ 反正就赢了，不慌。 那个喷子一来，你们都得死！我操！妈的，马
上潘泽一来，全都得死。哈哈哈哈！妈的，下面打了我一波，我操，真能忍。我靠！我这里好多坦克的，妈的！炮不好使，我操他妈丘吉尔，我操，我的妈，英军他妈那么 一堆坦克刚刚把我直接打懵了，我操，妈的，我派我步兵反坦克大队支援你一波。我操，我他妈两辆丘吉尔这里，我操，是啊，我刚刚就被那个丘吉尔给打懵了，我操，我的步兵帮你打一波，我操，哎，那个丘吉尔已经没了，追着他打，我操，我这个 AT 直接追他打，火箭筒追着你这个丘吉尔打，我就不信了。中路也太难了吧，去！我中间被他的装甲包了，
秋霞没了，妈的被我步兵打没了，没了没了没秋霞没了，秋霞被我们步兵那么追着打，我操！的五星国民自弹兵，我的反坦克大队已经四门反坦克炮了，有没有来支援一下反坦克大队？完了，我的下面妈的还打得很激烈，等我把下面处理完了哈，我四门反坦克炮全掉过去吗？我说 Daniel， 你来支援一下，来中路支援一下，对对对。我这里非常缺反坦，好好好，我的反坦克大队跳过去了，哈哈哈，但是我不确定能不能打到人。你看他一动我就打不到了。我中路没了，我中路没了，糊了。我中路被打了，还剩一队兵了。这怎么丘吉尔，我操，喷火丘吉尔。没事，他们就实际点那个玩意儿，我们只要顶住就行了。喷火的丘吉尔可还行，可以，感觉我的反坦克大队还有点用。那其实是有点用，那自信一点。可以可以。Nice nice nice nice。你那个上面好像有一个车，我去帮你打一下。行，没事，应该可以，没事。我操！我他妈现在一队工兵都没有了，一队步兵都没有了。Daniel， 我有个三秃子开到你阵地上，待会儿帮我修一下，我就帮你打那个清坦。好好好好。好。啊，对，你帮我修一下这个三秃子。好好好好。对，我帮你打一下他的坦克。哦，正在修，正在修。
修好了。好的，好的，好的。后面有个人，后面有个这个，有一个车啊。Daniel 打一下这个车，我这个三秃子有点坚持不住了。哦，我真的。那个坦克，我三秃子没了。Advisory. Infantry squads consolidating their assault and pushing into enemy territory. Press forward. What? 操，这么多坦克啊，这里。好了，赢了，赢了，赢了。哇，我这里好多坦克啊。那五仔，哎呦喂，终于赢了，太难了这个。要感谢蔡老板拿下了下面的胜利点。这东德的反坦，东德的反坦克真的是，哎，难说。东德反坦克，他靠步兵啊，丢手雷，射火箭筒，我操。啊，他有那个，他有反坦克？没有，他没有反坦克炮，他没有。不是东德，你那西德没有，对对对，没错，对，对你只能靠这个以暴制暴啊，以装甲制装甲。西德那个装甲那个油料特别缺嘛，然后装甲出一辆就很宝贵。你 Pioneer 可以收集残存的车辆上的油料，你知道吗？我知道啊，那个收集半天都给我被打死啊，经常。对，这个是真的，就是侥幸心理。三秃子有点惨，被打的。哎呀，我们再来换个图。要不打个这个？啊，同志们觉得呢？可以啊，这个还挺不对称的，好像。好像还挺不对称的。
我在，这是什么图啊？这图有点意思。所以中间是个，中间这个胜利点就是一个孤岛是吧？相当于，只不过我感觉我们可以聚合而守啊，朋友们。这河，我也有这种感觉。这河，那我这河有小路啊，守不住啊，感觉。哦，对，这河有小路的，守不住。可以啊，这河不就两个，就是对面对方只有两个入口吗？你要守这么宽大，两个入口可能很容易，不好守。而且这个河是这样，这个河不是我们是在上面的嘛？那个河他妈的另外一个渡口在最下面的这里，没法不好搞其实。哦，是这样的哦。对，你看这个地形是这样子。我觉得可以，这样吧，那个从地图最上面一直到这个位置的那个过河口，我来守。我操，这上面怎么他妈还有一个路口？我操！对啊，我都跟你说了呀，这个不好搞的。那么还是正常那样打吧。正常打。那右边怎么说？右边要打过去，要打过去。对，右边是我。好的。那我守中路吗？我守中间这个岛，要不？你是，对，你是中路。行。蔡老板，你那边那个油料点你能拿吗？我可以，应该可以。我这边这个油料点比较困难，稍微有点。我这个应该可以。这么多兵啊！
action. Standing by for setting of command post. Enemy infantry! Quickly! We need to secure that area. Ready?伞兵我讨厌伞兵这种东西的下路要后撤一步没事没事你撤你撤我要出个轻弹反击这边有点多对来我看到你机枪压制住了这么说也没毛病竟然压制住了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全部压制住了
他们刚才在我的吧右左边有料点站什么降什么空降兵，我他妈太他妈恶心了！我操！喂，我操！妈，斯图亚特！我操 ，M 四 A 三谢尔曼，妈妈的！我帮你们前线开了个视野。我要打坦克了。我操，谢尔曼！哇，敌人兵好多呀！没事，你们那边撑住就行，我这边 OK。三个 AT 打不过你的吗？没了。我操！我缴获了一辆希尔曼。哦，是的，这辆希尔曼报废了。他被我抓了。步兵反坦克大队，就问你服不服？蔡老板的步兵微操，步兵微操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把这个 AT 杠剪了，妈的，直接架到我这个阵地上面来。有料可以解。我操！又他妈的又有二五仔他妈降到我的后面偷油料了！我操！我操！这是什么？丘吉尔傻丘，踩了一颗地雷，然而并无卵用。两门反坦克炮疯狂输出。我的工兵也冲上去近身输出，我的喷火车也在烧里面的成员。我操，这个他正面防护是真牛逼！就我这两门炮太弱了，我感觉我这两门炮加一起也就一个地雷的功效的样子。
说这些人对我的正面发起这么强大的攻击啊。在我脸上溅东西可还行。那个，我这个防线被突破了。我操，对。所以我就在出一个四号，我待会儿四号往你那里拍。我操！是啊是啊是啊。妈的，这个谢尔曼在我屁股后面走来走去的，妈的。往这个位置派了一辆四号坦克，我也往这个位置派了一辆四号坦克。OK， 让我们携手并进。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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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可以，不至于被歼灭啊！不然咱们俩两辆四号可能就……哎，看到了。像东风是在干，那鸟，我往你那个中路派了一辆那个四号，好。我操！
是吗？我操！我这中路全鸡巴是坦克，这帮人这么爱挤吗？在狭小的空间上，我操，那么多坦克。对啊，卷啊，看谁小。3-0我堵墙了，3-0我往后撤。牛逼！是不是这个地方的那个迫击炮在炸你啊？我感觉是。OK， 我待会儿去清一下它。哇，这个坦克可以过这个桥，我操！我也没想到，震惊！我去打一下 Daniel 对面的那个迫击炮阵地。好的好的，辛苦。
我操，这怎么上来的？到底是？我的把两个炮全都被踩死了。我操！你们看这个武器，全都是武器。我靠！两门反坦克炮，一堆机枪什么的。我再出一门豹子到你那儿。没事。我再掉了一个。这个 Daniel 中路是被叫了好多空袭了，空袭倒不多，主要他们一辆一辆坦克上来撵我的人肉。我操！真的是好多轮，一辆又一辆。我这两个反坦克炮都三星了，哎呀，全都被坦克压死了。等一下，坦克可以压人的吗？好像可以吧，那就是被他机枪打死的。我往你们俩战线结合部叫了一个豹子。这是让你看看妈的德军的步兵是多么的凶。那这么多反坦克炮啊，那你们都是死人了。哇靠！看到蔡老板五星的那个，你们都是死人，这些东西，装甲都是死人。啊！我操！蔡老板的步兵大队，全他妈两个五星大队，全都是死人。蔡老板，我的豹子来支援。我操！我看到了 Daniel 的虎视，全都是死人。哎 ，Daniel， 你那个中路还行吗？看看情况，我也不太确定。还行，其他还行。行，我们去搞中路吧。我去搞中路。我们这个兵力步坦协同一波，中路绝对拿下来。可以。中路又有坦克了，你们看见了吗？没屌事，你们坦克这么多，我还有那步兵反坦大队。妈的，开这个独木桥开过去，这桥也不断，我操！哎，蒋老板，你快走啊！你不要堵桥啊！我操！哎，不要，你往坦克往前面开。妈的，敌人半渡而击之，我们就死了。哎，这些反坦克炮都他妈死人，我跟你说。死了，都是死人，跟你说，都死，我操！报废了一辆，还是两星，有点可惜。我派那个豹子去绕他们的后。
就被压制了一波，这部妈的空袭，你他妈得死，行了，中路滚蛋了，中路那些人都死完了，啊，嘿，死完了。下那个虎式好像有点危险，我只看运气了。哎，还有一枪挡住了，运气好。我们两辆坦克追着两个步兵，迫击炮阵地被我发现了，那都得死。你们已经是个死人了。哎，小卡车，你也是个死人了。哎，把这卡车干了就跑，装了逼就跑。啊，你跑了怎么？我装了逼就跑了，我先溜了，我的兵不血残了呀。没事，我还有第二梯队。哎，对面那个迫击炮又捡回来了，我要上去干啥？这一波是有坦克配合，我操，都得死。哎，我这个妈的东德有个技能也可以让对方撤退，我操！啊，这么好？有那个指挥官一个特殊的技能。也不指挥官，就是那个妈的，就什么东西啊？就叫做一个单位的技能。原来这边那个坦克我是过不去的呀！哎呀，白来了。哪边需要空袭跟我说一声。中路空袭能炸坦克吗？炸不了。OK 来了，空袭正在路上。好的，非常关键。什么东西这是？
infantry squads. Consolidate your assault and push into enemy territory.兄弟们，我的装甲部队进攻了。好，好，好，太好了！你可以先把胜利点拿下来。都他妈是死！我们现在只有一个胜利点。小车也他妈跟我打。我去包抄一下敌人的中路集团。好好好。我操，这里这么多，下路这么多东西啊。好吧。好家伙，好家伙，这个蒋老板这个坦克包抄的很及时，我操！哇哦，可以可以可以，太牛了！这个包抄的很及时。哎呦，这一片一地的装备。我准备进攻了，妈的 ！Artillery 已经准备完毕。Coordinating ships.
来装甲单位来帮忙反制一下。哪儿哪儿？这下面。哪儿呢？正在正在正在。我操！我他妈都被打碎了。我打进家了，在别人家里面。抱歉，抱歉，不好意思，不应该这么说。我就说这怎么这么多兵啊，在别人家里面，我操！绝了！那我步兵就不在这里跟大家各位装甲大哥抢生意了，我操，在别人家里面。G34挺好用的，这个火，这 Tiger Ace， 我感觉他们没了呀，没了，没了，还有两秒钟就结束了，被打进家里了，一秒钟。我一开始觉得那里怎么那么多兵，原来是别人基地。我跟你说，最后我想从后面包抄他的中路的那个集团。结果他那个桥上的残骸太多，我的车过不去。中路是真的惨烈，地方特别小，那中间全是尸首武器。我看到了，哎，但是多数都是我的武器。对，那就太不容易了。那个一个尸是以分钟来计算的。我操！你这是淞沪会战、啊？这妈是什么地？这是那个斯大林格勒，一个师的一个师投入一个师的消耗速度是以分钟来计算的。我先撤了，你们接着打。行，好，那我们要不也撤吧？我们周末再约。好，撤了。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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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老板，记得上传一下那个录像。我看一下，我存了，应该存了。拜拜，拜拜，拜拜。